将败类，以为靠这种小把戏就能制住本都督，全都是些没用的蠢东西。欧阳轩，你不用嚣张，我们这次可是拼上性命，定要和你同归于尽，为白洛煞和白狐报仇。就凭你们几个，统统退下！本都督要亲自送他们上黄泉路。雨芳，你过来。 我不想伤害你，欧阳轩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居然想把与你不和的人全部杀光，难道你也想把皇上杀了吗？你懂什么？本都督要铲除的，全都是意图谋反的反贼。你除了用武力，还有什么本事？闭嘴！你借女流也敢指摘本都督？欧阳轩，我一会儿杀了你！不用，这是魔教和欧阳轩的血海深仇，我们自己解决。娘也很想救他，可是他被伤到了要害。夫人切莫自责，我的情况我自己清楚。我伤得太重了。 Yeah!
胜利的话，就占我背山吃亏，速战速决才行。